Good morning, hi, 我又回来了。今天是礼拜四，然后呢，我晚上的时候先跟赵菊约好了，要一起去 Christmas Market， 在外太原那边。因为我昨天嘛，前天的核酸异常，然后昨天去做了单管的核酸，然后以防万一，我今天早上还在做了一次抗原 ，negative。所以可以安心的去上班了。Anyways, welcome to my Vlogmas Day 7.赵军是要一起去外滩广中央广场的圣诞市集，但是因为他11号的时候临时关闭了，所以我们不太确定他今天有没有开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转站去高董路。现在毕竟逛不了圣诞市集，就只能来逛高岛屋。后面有圣诞树呢，然后也是可以出去拍一张啦，就假装一下。想买花，但是呢没有人，他不知道多少钱，你去问一下。就抢吧，有人在里面的吧，问一下就好。我们在这里寻找一点点的圣诞气息。今天出门去上班，因为昨天没有去圣诞市集嘛，所以就想说来 combine 一下我这两个 vlog together， 就是昨天出去的 vlog 再加上今天可能日常的 vlog 吧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，然后因为今天回到家之后，我就跟姐姐聊天，然后跟妈妈吃晚餐，然后还做跟姐姐边聊天的时候，还做一些很好玩的一些测试，就题目什么的。然后明天本来是有教会的活动，但因为最近疫情不是很多人都确诊嘛，所以就取消了。礼拜天的话还待定，目前不知道，所以明天我就打算就好好待在家里休息。然后我现在要准备去卸妆，我其实没有化什么妆，但是还是就洗个刷牙洗脸吧，然后换个睡衣，然后准备睡觉。今天刚好收到姐寄出来的包裹，